在这儿呢。啊，在这儿呢。找您管事吗？不好吧？这有比我大的头，不是您干嘛？问路。问路，您要走里头问来了。您不是您要去哪儿？法院怎么走？哎，法院。法院。不是，高等法院、中级法院、小等法院都行。那学校怎么来的？还小等法院都行。不是，您上法院干嘛呀？我要跟他们挠吃挠吃。哎，你跟法院挠吃什么？哎，谁说的呀？你说的呀？你跟人家挠吃得着吗？不是，你跟他挠吃什么呀？我要跟他掰扯掰扯。你跟法院掰扯什么？全成我说的了。怎么跟人家掰扯？不是，您别着急，您说清楚了，您要干什么去法院？我找他们。你找法院干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气死人不偿命，这一条就不香。气死人不偿命，就得偿命。哎，不是，不是你，我看你气性就不小。不是，谁？哎呀，行，你把这气先咽了啊。不是，谁气你了？气我的多了。谁呀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气我啊！我死你怀里！我还说不清楚了。不是谁气你，您说说。气我的人太多了。您说说，咱评评理。就我们想看完整版小品吗？不用东翻西找，你想看的小品全在这里。赵家班、德云社、开心麻花，应有尽有。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选择公众号，搜索框输入 DV2399， 关注三妹小品。DV2399， 每晚7:30，美女小编和你不见不散哦。